你看他没有带骸骨，就证明他跟我没有任何对应的点。你跳你的那个呢啊，跳，走位，走位。你拖，再来拖，找死啊！你没有骸骨的，你装什么？来来来来来来，看人先死好吧！真是装逼。打狼人一定要带骸骨，骸骨是最克的，是狼人的一个天赋，带别的都咳嗽。不用 AQ 了，直接 Q 上去，然后两下 A 挠死得了。啊，干什么玩意儿？笑嘻了，二级他要死，碰瓷来了。干嘛？不理。我不是人呢，来一下呀！他们两个不要命了。看好了，他绝对想上的，看到我这个血量，来，这里有人，看好了，哎，装逼，哎，装逼，我不去了，我要拿塔。哎呀，我不想拿头的，好多小兵啊，我漏了好多兵啊，血亏，嘿嘿，好吧，一点都不亏，我好高兴哦，速通的不能再速通了，来，先补一个刀，他我六级他不知道的，哦，他为什么六级了？交给你了。我想六级直接给他一套秒了的，但是小兵没有死啊，没到六级。等他跳我，我们可以用大招打断的。跳我来，跳我，求你个跳我，跳我呀！你这个笨逼，跳呀！你是不是不会玩？你别玩，我秒你了。不是你只会戳是吧？你看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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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完事了嘛？你早这样，我不早单杀你了，还用得着你这个塞拉斯过来呀？哎，笨拙至极的上野不想多说，他就一定要等他做我们的时候再开大，可以把他那个 W 直接吃掉，圣盾猛击，海尔兄弟，舒克和贝塔，什么海尔兄弟？不连。不连，被封了呀！被封了呀！我们新视频都被限流了。新视频我开头说了个鬼头，鬼头就被限流了。鬼头，我再也不说鬼头了。你追不上我，因为我有加速。哎，怎么还剪个头啊？我没死哦，我没死哦。OK，塔皮就不给他们自己吃吧，我就不吃了，我得去下路帮他们一下了。有人，三个人就算了。不能追呀、可恶啊！这些哎，怎么来这么多人呢？你喜欢挡是吧？你喜欢挡，那就你吧。啊，不要老是哎。
为他人所奉献嘛。你看，哎呀，又一个头啊，怎么跑呢？安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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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一个啊，我看到了哟，加速。推推推推推推！你好，行吧，交闪了，不回头吗？回头我还真给他做掉了。你别走了。算了算了，嗯，在这里说一下，明天就有的更新频率非常之高，不管是想着电子榨菜下饭用的，还是真正想学技术的，都可以点个关注。当然了，能给老人投币的人支持一下的话就更好了，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感谢。OK， 合影。别点呐，别点呐，怎么就点了？嗯，好了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棉菊鱼，谢谢汪。关注面具，谢谢汪，谢谢汪 ，OK。